我们联络部给他掀开来看一下他联络部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今天转学到新的幼稚园，发现我跟红豆妹同班，她的影片超有趣的，连我妈妈都喜欢看。我还把我的贴纸送给她，但她好像把贴纸送给一个叫凯凯的男生，太伤心了。所以就是红豆妹来了，一起来欢迎可爱的红豆妹。有姐姐保护着比较安全。有姐姐在那边。红豆妹啊，你好。为什么叫你红豆妹？因为之前爸爸都喜欢喝红豆汤，爸爸就煮红豆汤给妈妈喝，然后妈妈就觉得很感动。哦，真的。那你也跟着喝红豆汤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因为这样爸爸妈妈才认识，所以就生下了你。喝在一次喝红豆汤的过程中，意外产下一女。原来是奇迹的艺术了，了解了解了解。今天上节目有没有化妆？有吗？有啊。喜欢化妆吗？喜欢。漂不漂亮？哎，先哥，改工你给咱改工台语，因到位拢工台语嘛，工台语也听有啊。啊，真的。工台语，爸爸妈妈拢台语。还是爸爸妈妈拢台语。工台语对。啊，你大汉吼，以后生出像露露姐姐遐漂亮，安尼好唔好？要死啊！你那老平常要打，你讲北餐啦，北餐啦，讲北餐嘞。啊，凯凯坐在你的哪一边？坐在最前面。最前面啊！啊，他知道你偷偷喜欢他吗？不知道。怎么可能？阿丽阿丽，全世界都知道了吧？啊，你要跟他讲啊，凯凯，我喜欢你。你有跟他讲吗？你不敢讲不？敢不？没有。那我可怜你。啊，万一被别人喜欢去了怎么办？明天去讲。啊，你要哭垮，不要哭啊！对呀，那凯凯怎么样？长得帅吗？有啊，真的？为什么呢？是眼睛很大吗？对啊，还是什么？因为凯凯上次我在公园的时候，觉他说他想要保护我。哦，保护你啊！哎呦，真的呢！哇，对感情不太了解，后来都是伤害最大的。喂。说他保护你，然后你就觉得很帅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感动呢，感动呢。还有一次他是红豆妹生日的时候，凯凯有唱生日快乐歌给他，真的啊，你也有感动吗？那时候啊，你有感动到哭吗？有。爸爸生日的时候，你有哭吗？没有，爸爸生日有什么好哭的？对不对？爸爸唾手可得，凯凯要上课才遇得到。哎，没喜欢去上学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看到很帅气的凯凯。女大不中留啦！哎呀，游来游去的刘成成帅气的凯凯。第二，你几岁？四岁你就每天凯凯，爸爸比较重要吧？爸爸是全世界最爱你的男人呢。好，你的疑问很清楚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他影片，来，啊，好可爱呢。我长大会跟凯凯结婚。哇哦！要来结婚的地，看我有多漂亮，超级漂亮，还是一点点漂亮，我昏倒了。哦，昏倒了。对，你就想干让我昏。我拿钱用学费，是让你去好好读书，是让你去啊交男朋友。哎呦，钱就歹赚。我若好好读书，好好会交男朋友啊。哎，妈咪，我的舌头好痛，我从现在开始好痛。你是不是体会到爸爸那时候嘴巴被你踢到破掉的感觉？对。你看这样，真久刚刚在睡的时候，一口我的嘴搞弹。黑猪猪的爸爸拍谁了？爸爸拍谁？你怎样困的时候爱给爸爸拍？对呀，啊就不注意呀。你在做梦呀？对呀，啊要不然你就跟妈妈睡，就叫爸爸去睡书房啊。对呀。
说的也是，因为他要小心回答，因为那个凯凯都会看，所以要小心。真的呢，啊，你长大想要做什么？我长大想要做凯凯的工作。完蛋了啦！完蛋了啦！那根本嘿，贵州拢用糖皮啦，太厉害啦！哦，啊，你会画画，还会跳舞啊？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们听音乐跳跳舞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一起，我们来哦，来来来。Grandpa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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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哇，那个心都快整被融化掉，真的会柔软。小孩怎么那么可爱？对，天哪！对呀，啊，不止当阿公了，自己还要再来一两个，无法抵抗。不得，哎，我们台湾生育率太低了啦，要给我们要加油，多生一点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哈，以前未婚生子新闻还会爆出来，哦，还有女记者骂三字经呢，这个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因为她想生我的孩子生不到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他才气。从今天开始，好不好？现在在台湾，只要生一个小孩，政府补助1000万。你说了算的，再选。将来有一天，那我赶快，我当总统的时候，哦，你赶快，哦，转脑子，喝险金，险金哥，没有，有在透露一些讯息哦。险金哥叫我险金哥就可以了。有在补，有没有其他的弟弟、妹妹或者姐姐？没有，只有你一个。哇，啊，爸爸妈妈再生一个好不好？叫绿豆弟，可以吗？不要，可以不要，为什么？不能被那个？为什么？啊，有你就够了吗？对。嗯，哎呦，哎，你要生一个弟弟呀，比你可爱的，要不要？还是喜欢妹妹？对呀。我比较喜欢猫咪。猫咪，不要弟弟妹妹就好了。哦，你最可爱，不要再生了，就你了。你第一名，好，养猫咪，乖宝贝，好好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呦。